杯，或是午后这个飨宴哈，其实这个是很棒的。我们明年哈预算加倍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希望说秋天呢、啊，我们为了如何一定要来壮围沙丘坐一下，好，然后走一走，好，那才表示，有来这个壮围，好。那么我利用这个机会哈，正好我们现在在推秋冬游。其实我们看到一月到十二月，我们很多核心的观光产业，大家都大概可以看得到。那么，其实大概十一月、十二月的部分呢、其实需要大家，加一把劲。那么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陈炳修陈处长跟所有的地景的艺术家一起合作，创造了这个地景艺术节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卖点、有亮点。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也讲一下哈，有亮点就有希望。我们给我们这些艺术家鼓掌一下，很谢谢他们来支撑我们这样子一个壮围沙丘的一个概念。我们现在所在地啊。